是公共列车团的111年1月31号，送完了，送完了。叮关闭车门，16:48。手牌就是421次台东发车前花东线。台东发车前花东线，顺利了，要3012辆编组，3004皮蛋豆腐腾云啊。新成绩最强的列车。139488。拜拜啦，落下面个马站们多多点我们到 A 级公后面再见咯。3012辆编组3000里皮蛋豆腐腾云号，今天一次讲列车421次台东发车将花东要树林的要三年行，以及139次七五发车将三线开来往潮州的 PP 自强号139的 IOS。好，那下面的妈妈们多多点我们的，一起搞我们片再见，拜拜。